谢谢Helen 的介绍啊，今天也非常高兴都可以在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啊。那么我想大概2个多月前吧，我就有机会在这个platform 哈、跟大家见面。那么我首先介绍一下，我是潘静怡，我是营养师。那么我的英文名字叫 Jenny Kwan。那我是现在任职在那个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那我是那个全职的营养师也是那个糖尿病的卫教师所以我日常都是跟人家讲营养啊各方面的事情，已经讲了差不多30多年了。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方面的知识就是层出不穷的。常常都有人就问我，哎，怎么现在以前不是说好像鸡蛋不是应该吃吗？怎么现在又要吃鸡蛋呢？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在这一个行业的人呢，我们都需要常常都是要关注最新的科学营养资讯的所以在这方面我尽力在努力哈。那么今天要跟他讲的题目呢，就是怎么样在这个我们在还是在抗疫的那个时间哈，那么我知道自从3月以来呢，我们都困在这个家里哈，那么大家可能有点烦闷这样子哈。不过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那个情况好像比较可能比较那个缓和了一点哈可是好像现在那个 COVID-19 的情况呢，好像也是开始比较，好像已经在各个地方，在美国各个地方呢都比较，好像那个案例也增加了哈。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方面的那个抗疫的那个心情哈，那不要放松哈，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的大家都知道要外出要用口罩啊，我们要洗手啊。这方面的事情，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那我首先要讲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增强哈保持我们身体健康哈？因为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的体重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抵抗力就弱下就开始衰弱哈。所以所以当你比如说你有其他的感冒啊，或者你的或者你营养不良啊，或者其他状况的时候呢，也会影响你的免疫力的。所以我首先想讲一下什么东西什么样的那个有什么因素去影响我们的免疫力那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肯定已经听到了哈，我的口音哈是广东人哈，我是广东人，所以口音也是很大的，很多的广东口音哈，都是大家万一大家听得不大明白呢，你可以就是mute 你的麦哈，跟我要我我这或者我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或者用另外一个方法跟大家讲一下哈所以我讲的国语都是有广东口音的国语希望大家见谅哈好，那么我们就讲一下什么叫做什么东西就是有什么的因素影响我们免疫力呢？在这个时间很多人都是因为在家里工作或者有些人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就是好像，很多人都有，现在呢都处，都失去了工作那么或者呢，在家里很多的，那个或者你有家里有小朋友那个小孩那个孩子都是你要上班在家里上班，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真是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它的环境啊，各方面的因素都令你的心情呢比较烦躁，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心理压力或者忧郁症都会影响，都会降低免疫力的，所以大家要注意那么还有那个缺乏运动
啊，那运动其实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因为它就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排毒，而且我们运动的时候呢，身体也会增加身体的那个抗氧化的能力啊。所以啊，若是我们长期缺乏运动的话呢，就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免疫力的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户外的阳光。我们大家现在大部分人，我们都居家抗疫啊，都不敢出门了哈。那么，就是出去买个菜啊，或者有紧急的事时候才出门的。那么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哈，就是呢，你接受那个晒晒太阳，那个是不单只是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晒太阳可以帮我们吸收这个维他命 D 啊，那么而且呢，重点，当我们要是身体我们缺乏维他命 D 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有这个影响那个荷尔蒙的那个调节，那也非常容易影响我们的心情哈。那么当你心情不好的话，好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忧郁症啊，心情烦躁啊，这个也是会影响免疫力。另外，那个 vitamin D 本身，若是你缺乏这个阳光跟那个 vitamin D 的时候呢，你的免疫力也会降低的啊。维他命 D 不够的话呢，就会影响免疫力啊。大家都知道哈，当你太晒太阳的时候呢，你身体啊，就是那个阳光啊，接触到你的皮肤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自己做这个维他命 D 的。OK 啊，所以这个是最好摄取维他命 D 的方法。所以要是你长期在家里呢，就受没有接触的阳光呢，就会影响那个维他命 D 的那个。那个情况的，OK。那么当然还是，要是你，你当然你也可以补充了。在我等一下我会讲怎么用那个 vitamin D，在什么食物里面有这个 vitamin D 哈，这个非常重要哈。而且 vitamin D 呢，对于这个心脏的维持健康啊，维持我们的骨络的那个健康哈，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哈，体重过重哈，这个也会影响免疫力哈。那个吸烟和喝酒这个也会睡眠不足，OK，睡眠不足呢，就是很多很多对我们身体其实很多不良的影响的一方面哈，我们会影响我们血糖会过高。OK，会像要是你已经有这个高血糖的话呢，要是你晚上睡不好呢，也会影响你的那个血糖，会影响你的血压，会影响你的新陈代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然后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当那个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实质上有很多，好像我们马上就说，我们中国人的我们的中医也讲到，就是就是好像每一个时辰哈，我们身体都是在做不同的工作。那么其实在西方的科学里面呢，也是研究那个睡眠的专家呢，就认为在晚上11点到2点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身体调节这个免疫力的时候。那么，所以呢，若是你那个时候你睡没有充分的睡眠呢，就会直接影响你的那个免疫力的。OK，那么还有呢，若是你是有这个需要用这个类固醇的药物的时候，比如说又是那个免疫力的问题啊，或者要是那个人是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比如说是那个好像你有风湿症啊，这样子，他们会可能给你的那些那个特别那个药物，那个类固醇的药物。那么也会影响免疫力降下，还有你要是你是chemotherapy 的话，要是你有癌症
啊，或者你还是需要用这个化疗的时候呢，这些药物都会影响这个免疫力的。高血糖啊，跟那个啊不良的饮食习惯啊，这里我要讲一下，这个我特别想这个花点时间讲一下，因为我是糖尿病的胃，在我现在上班的地方呢，我是特别的是做这个糖尿病的那个教育的工作哈，跟那个我们跟那个内分泌医生我们合作，一起在帮助这个我们的病人管理他们的糖尿病的，这个在从3月开始哈，我们都发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见到现在哈，我们现在很多就是突然间，高血糖的人突然间本来以前是正常或者是有点高，可是还没有到那糖尿病的那个程度的人呢，我们见到突然间很多人都有了糖尿病，而且他们不单只是高了一点点，我有好几个病人哈，他本来就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就是说你的上个月的平均血糖那个 A1C 是那个5.7到那个6.4的那个阶段，我们叫做糖尿病前期。那么那个 A1C 这个上个月的血糖指数要是过了6.5呢，就属于糖尿病的。那么通常呢，就是很多人就是那个糖尿病前期的阶段呢，可能好几年或者通常就在5年以后哈，都比较发生率比较多。可是有些人就是可以10年20年都是留在这个糖尿病前期那个阶段的，可是现在我们见到的情况就很特殊了，就是很多就是以前就是在糖尿病前期的人，可能他们有糖尿病前期好几年了哈，可是现在突然的变成那个血糖那个 A1C 呢，就变成好像八了九了十了，甚至要见过一个不止一个了，有2、3个人的是他们的 A1C 上个月的平均数只能高达的12。十或者12，有一个甚至有一个是14，一个年轻人哈，所以非常惊人。我知道这个突发是非常显明的。那么大部分人就是说，哎，因为我现在哈在家里吃东西，在家里做事，那么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就是因为也不敢出去嘛，所以就是在家里啊。也没有什么运动，也不能够去这个健身房啊，要不敢外出，都是在外面走走，有时候也是不敢常常去啊，这样子啊。而且在家里呢，很多时候哈，你在家里工作，比如说有些人他在家里，他是用那个他的那个 laptop 啊，他的 laptop 就放在那个厨房，因为其他的房子都很挤啊，好像还有孩子啊，在不同的房间啊，所以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这个厨房。你这厨房哈，就很多放很多食物的哈，所以有时候他见到一点比如说什么这个摆了一些水果啦，或者摆了一些那个坚果啦，或者那些那个 candy 啦，那个糖果哈，就忍不住要吃几口这样子，就变成呢，很多时候就是整天在吃啊，那么所以这个情况呢，我特别的见到很多。那么而且呢，你有时候在家里，因为你不用上班，你不用赶时间，所以好像早上起来呢，你有时候时间也不一定啊。那么你吃早餐的时候也不一定，所以呢，很多人甚至于就是没有吃早餐，或者到12点再吃的头一餐，或者甚至有些人就是整天不吃，到了晚上再吃一个大的晚餐这样子哈。所以我见到不同情况，大家那个饮食的平常那个固定饮食的习惯呢，都很多人都改变了，都好像都没有了。那变成了都是整天在这吃一点零食啊，吃点那个，吃点这个，有时吃点那个，或者喝点有点吃点汽水啊，或者就是吃点那个薯片啊，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到晚上再吃一大顿这样子，所以
这个情况我就见到就是比较多了，现在的情况，OK，或者就是你因为有食物在身边嘛，有时候你就见到你都想吃，有时候不一定你是饿啊，是你见到那个食物在那边，或者见到你孩子吃，你又想吃啊，这个所以呢，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见到很多体重增加哈，有些人甚至告诉我，就是他整个在6个月当中，他重了20或者三，有些人重了20或者30磅的，所以我想这个特别提出来，因为这个是我见的例子非常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哈，若是你们当中怎么说呢，就是你。尤其是你已经知道自己血糖是比较高，或者还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那个程度那么你甚至运动少了，而且你可能吃的比较没有规律啊，或者或者没有这个吃的那么好，没有那么着重的着重吃健康食物的话呢，我建议你哈，就是最好做这个。做一个那个 A1C 的那个 test，OK，就是好像你每年年检的时候呢，你医生都会通常都会帮你，就是你过了40岁以后呢，医生通常会给你一个给你一个验血的那个年检的时候给你一个验血哈，那么通常都会包括在血糖都会包括在内的，所以你最好就是请你的医生给你一个就是给你一个 referral 就是这个 order 去验血看看你的空腹血糖，还有那个 A1C 就是你上个月的平均血糖，有时候只是看空腹血糖会。不知道整体你的血糖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最好就是那个 A1C 跟那个空腹血糖一同这个测试，那是比较好可以看到前面你全面一点所以这个我特别要提出来哈，因为这个实在我见的太多了哈，这几个月 OK，那希望大家也要小心一点，好吧？那我们就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几个重点，我就讲一下在饮食方面我们的习惯应该怎么办，OK？所以很重要，要是你在抗疫在家里的时候，你发觉你的饮食那个时间没有规律的话，那要注意要定时进食，OK？还有均衡营养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避免加工。和引起发炎的食物，那等一下我们会详细再讲这一方面的哈。那么这是提升免疫力的饮食习惯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定时三餐，为什么要定时吃三餐呢？就是可以帮助你不要整天在吃零食。OK，因为有时候你没有定时吃的话，你饿的时候好像你就很容易就是找这个找那个来吃，而且要是东西放在在家里的话呢，你就很容易见到它你就想吃它，所以你要记得哈，就把那个零食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或者甚至不要买。OK，还有呢，要是你。重要那个早餐非常重要，OK？早餐你吃得饱、吃得好的话呢，以后就不会那个乱吃东西那么早餐什么是个好的早餐呢？第一件事一定要有一个 protein，有一个蛋白质，OK？蛋白质呢是尤其是在帮助我们抗疫增强那个免疫力是一定要的营养素的，所以那个蛋白质首要就是蛋白质，OK。那么所以呢，要是你那个你早上吃的蛋白质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哈，就是可以帮助你有一个。饱满的感觉哈，不会常常觉得饿。OK，可以呢，就是比如说你8点钟吃了早餐，那么
要是你加了蛋呐，或者加了那个一点肉啊，就可以帮助你呢，一直到可以维持到你大概12点1点钟吃午餐啊，也不一定要吃，中间不一定是要吃零食，OK？所以你早餐一定有一点蛋白质，然后呢，你的那个可以选择一些高纤维的那个比如麦片啊，那个全麦面包之类的东西，那你可以再加一点好像牛油果啊之类的东西一起。拼起来吃，OK，那么就可以有个满足感，而且呢也非常健康啊。或者你可以加点水果，或者加一杯牛奶，这个也可以增加，加牛奶也可以增加这个 vitamin D 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很重要，对于这个增强免疫力 vitamin D 那个牛奶里面也非常丰富的。那么然后就是而且它也有很好的蛋白质，OK。那么要是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加点的水果比如说这个维他命 C 比较高的那个水果或者蓝莓，或者那个抗氧化比较高的那个那是水果。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的讲。不过早上呢就大家也吃的比较好一点。那么就是，然后呢，我们就要吃多元化的那个不同的那个餐点，OK，这个不同的食物在你的餐里面，OK。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就建议这个健康餐盘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得出来，这个健康餐盘它的那个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大家看到吗？大部分是什么？大一半以上是什么？都是蔬菜，是不是？你看到哈，这个a 分之一份的那个蔬菜，然后 c 分之一我们是这个那个蛋白质，然后是一个盘子里面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五谷类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若是你这个你可以炒这个菜来吃要是饭的话呢，我们这大概是一碗饭左右。这个要是我们中国的饭碗，就是个大半碗就是这个你就是一个适量的那个碳水化合物你的淀粉类。然后那个肉呢，大概是3到4盎司的那个比如说半个鸡胸或者2个小鸡腿或者好像我那个oops。那个虾腹那么大的一片鱼肉或者那个猪排这样子就是大概是3到4盎司的肉了。和蔬菜方面是没有那个限制的。那你没有发觉那个蔬菜方面大家有没有发觉有一个特征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你看它的颜色种类，大家有没有看到是不同颜色种类的。那么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就是吃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蔬菜，其实是可以增强我们得到很多那个植化素。那么植化素就是增强免疫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那个成分的。所以大家就吃，当你吃这个蔬菜的时候呢，我尽量建议大家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到同一天吃。OK，那么你每天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植化素，帮你抗氧化，right？好，那么我会再继续的再讲。OK，那么那另外呢，要那个我看一下。OK，对不起，我let's see。要素 OK 那么小吃加工食物或者引起发炎的食物 OK，那么其实最引起发炎的食物是什么？就是加工的食物 OK，加工的食物是什么呢？你看到里面的那个，好像我们外卖的那个汉堡包那个 hamburger 还有那个薯片，因为他们是不单只是加工，而且呢，好像薯条这样子的 French fry 这类东西呢，就是油炸的，就是高油脂的那么它是高油脂，而是油炸，而且你要知道其实
那一些有奖的东西，为什么？不单只是它要高加入力，而且呢，它会引起这个高这个那个坏的胆固醇，而且呢，那个油炸的那个东西大家要小心，因为它在这个炸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件事哈，就是它的油脂，那个你在外面买的那个那个麦当劳啦，或者你在中国餐馆哈，它帮你油炸的那些油肯定不是最好的油，而且呢，它又是炸完再炸的油。OK，所以变成呢，它是非常的氧化，而且呢，这就是这样子，这是氧化的高氧化的那个油呢，就特别容易引起身体发炎，所以大家哈就是尽量避免吃这个尤其在外面那些油炸的东西，尽量避免要买，因为这个对于这个会把你的。那个引起身体发炎。当你身体发炎的时候呢，你的身体的免疫就会下降的。所以，而且它这东西都没有营养的哈，什么你在高温处理之下呢，很多营养都消失了哈。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那还有我们看到它的加工的食物，比如说好像那个甜的那个蛋糕啦，或者糖果啦哈，很多那个。高糖的食物呢，也是会引起发炎，非常那个重要的那个一些食物来的，所以尽量哈，我们尽量就是少吃这个高糖分的那个食物，好像那个我们中国人的比如说那个很多的那个甜品什么。那个不单只是蛋糕之类的东西，还有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加工的那些淀粉类也是容易引起发炎的，比如说那些芝士面那个方便面，OK，你那个泡面，你只把那个煮3分钟，就搞定的那种哈，那个包面，你是说，那个我不是油炸的，可以吃吗？当然，那个油是那个方便面要是不油炸的，是会比这个油炸的会是好啊。可是因为它是很加工的，因为你想哈，你可以煮3分钟就可以吃了，你可以想象到这个食物是非常加工的，所以呢，就是因为它用的是非常精细的面粉，而且呢，它可能已经经过处理所以呢，就很容易煮熟所以凡是容易煮熟、很快煮的、很方便的东西呢，90%都是都是非常加工，而且呢很容易引起发炎的，所以大家选择食物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比较原本的那个食物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你吃这个米饭哈，我们吃这个那个糙米。酵母会比白米好那么要是你吃这些好像米粉或者那个粉条之类的东西，它们也是加工了，因为它原本就是米嘛可是它这些加工把它磨成粉，然后再我们再烹调的话呢，变成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是比较加工。那么第一件事，它会升你血糖很快。OK，好像米粉什么那个肠那个那个好像炒粉之类的东西呢，它那个升血糖是会比较快的，而且它也比较加工，所以引起发炎的那个程度也会比较高的哈。所以呢，最好就是吃这个原谷的物比如说那个糙米或者那个全麦的那个。面包或者那个面条哈，比较健康，而且呢，就是也会把那个发炎的机会也比较会降低。
OK，那还有烧焦的食物啊，比如说你 barbecue 哈，barbecue 很多时候会烧啊，这个，或者你很多人现在很喜会用这个气炸锅是吧？那个气炸锅呢，就本来是很好的一个 idea，可是若是你把那个食物烧焦的时候，它会做的那个食物本身就会有改变，那变成的是会产生一些物质，会令你这个身体会发炎，而且呢还有致癌的那个机会也比较高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哈。所以凡是加工的食物啊，油炸的食物。烧焦的食物、高糖的食物啊，都是大家应该要避免的。另外，酒精啊，大家就是那个也是哈，会降低那个免疫力的。那么我们就讲到医食同源哈，在那个在外国呢，也要说也有一个名言，就是说 "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and let my"。Let medicine be 大夫，就是让你的食物啊，就成为你的药，你的药也就是你的食物啊，就是好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医食同源，就是这个意思。OK，所以我们就是既然可以，就是要是医食同源的话呢，就是说你所吃的东西啊，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身体啊。那么所以这里我也介绍一些抗炎的饮食的策略。OK，第一件事很容易做到的事就多喝水啊。当你喝水的时候，你就把身体的那个就有这个还是我们有点好像这个排毒的那个那个作用哈，所以多喝水的时候帮助你身体的代谢比较快啊，所以呢就是所以那些那个容易发炎的东西啊，或者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呢，都比较容易排除出来哈。所以多喝水对你新陈代谢哈，各方面身体的运作呢，都有着一个好的功效的哈。所以多喝水是第一件事情啊，多吃蛋白质啊。那么其实我们很多那个白水，当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哈，我们的很多的病毒啊，除了那个 COVID 以外呢，还有这个很多流感啊，其他的东西很容易伤风啊这类的情况哈。所以多吃蛋白质是起到抵抗你的那个帮助你的免疫力提升的啊，那我记得特别的，我不知道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年长的那个朋友哈，那么那个那个很多时候我觉得年长的朋友呢，就是比较胃口不大好啊，那吃的蛋白质也不多，所以这方面要大家要注意，每天他大概。早上可以吃个蛋，然后午餐跟晚餐大概吃3盎司的肉啊，3盎司肉好像我手把那么多，这么大块的大片的肉，或者好像我刚才所说都是好像我的那个少妇那么大的肉哈，你不一定要吃肉，你可以吃那个蛋也是哈，蛋大概一天可以吃1个都没有问题，1个到2个都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那个豆腐也是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哈，鱼啦虾啦。甚至那个乳酪、那个 cheese 啊，或者 Greek yogurt 啊，那个酸奶哈、啊，也是这个蛋白质的来源来的。所以你的蛋白质每餐都应该有蛋白质哈、啊，早餐、午餐、晚餐都安排一些蛋白质在当中。OK，那么很多的维他命、矿物质，OK，植花素，OK，然后摄取那个好脂肪，维持这个肠道健康。菇类跟活化细那个活化细胞的菇类哈，那么呢就是这里呢我会跟大家哈每一个都讲一下的哈，所以呢那个我们讲到那个多喝水哈，就是代谢的作用跟排毒的功能，还有保湿保湿跟那个滋润黏膜，大家知道那个黏膜是什么？黏膜就是那个好像我们壁里面有点好像壁是我们的壁那个nose 那个鼻孔里面呢都很多那个
液体的，好像那个不是鼻涕了，就是黏黏的东西，好像我们肠胃也是那个黏膜，很多黏膜的，我们的那个小肠里面很多的黏膜的，其实那个黏膜就是帮助我们隔帮这个啊、呃、帮我们就是啊。抗御这个外来的物质，尤其是那种病毒哈，就是抗拒。他说我眼睛里面很多那个我们叫 mucus 啊，就是那个怎么说呢？mucus 就是那个眼睛里不是有一些你可以拿到一些那个黏黏的东西吗？啊，有时你擦你的眼睛啊，就是黏黏的东西哈。这个就是那个黏膜的其中的黏膜的那些成分哈。所以你的眼睛啊，你的口腔啊，你的鼻子啊，都是有这个黏膜的。所以这个黏膜的作用是用来，就是抗拒这个外来的入侵的细菌。然后还有你的肠胃，肠胃里面呢，就是另外一条最后一种防线，就是要是不小心把病毒吃下去的话呢，你的肠胃的黏膜也可以帮助你拒绝一些那个病毒的啊。所以保持这个黏膜的那个滋润呢是非常重要的哈，要是要抗疫的话，所以呢，你可以哈，喝水呢也包括含牛奶啦、茶啦、汤水之类的，OK，就尽量避免饮品啊。为什么？什么是饮品呢？就是汽水呀、那个什么那个sport drinks，好像那个就是果汁啊之类的东西啊，所以避免高糖的饮品，OK，就是尽量用水喝水喝奶或者奶茶或者还或者茶咖啡都可以啊，但每天可以喝到饮到的8到10杯的那个饮料哈，那个不但是汤水啊或者茶啦那个水啊都可以的。那另外都是蛋白质哈，刚才我想主要的就是白血球抗体的主要部分，OK，就是以优质没有加工的蛋白为首选，OK，就是说比如豆腐哈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鱼也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或者猪肉、牛肉也可以吃，OK，鸡肉啊这都可以吃什么是加工的蛋白质呢，就是好像香肠之类的东西啦，或者你吃这个甜不辣哈，就是那个鱼丸啊，这个它里面是有点肉了，可是就是加了很多面粉啊、跟香料啊、调味料啊之类的哈。好像它有 bacon 哈，它本身也是那个脂肪啊、肉啊在里面，可是它已经加工了。那么就那个蛋白质的那个，虽然它也是蛋白质，可是它的营养成分啊，跟已经是被破坏，还是没有那么完整了哈。所以呢，尽量就是吃那些没有加工的蛋白质啊。那么那个植物的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好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个豆腐类或者豆类或者红豆、绿豆黄豆啊，这些都是非常那个高蛋白质的食物。那还有一种叫做藜麦的哈，要是你比如说你想换口味，你不吃饭那你可以用这个，就英文叫做 quinoa，OK，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那个蛋白质。OK，所以你吃 quinoa 呢，基本上你要是你血糖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要是你只吃 quinoa 加点菜呢，那其实就等于你吃肉，跟吃这个碳水化合物这样子来合起来。不过当然它比较缺乏这个在肉里面，比如说有这只那个铁质啊，还有其他的那个钙啊这样子的那个。营养哈，不过基本上来说，它的那个蛋白质是完整的，这个我们叫藜麦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蛋白质的那个很好的植物的来源。要是你吃素的话呢，这个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讲到不要
煎，不要炸啊。烧烤的话要小心，不要把它煮焦了哈。那么要是它弄焦的话呢，那就变成它就变成有害，变成一个有害的物质，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了。OK，这里我列到比较多的维他命杠杠物质。OK，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维他命 A。OK，还有这里我列出的这比较重要的就是 vitamin A，就是保持那个黏膜的那个健康哈，就是我们免疫力第一道防线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就是通常我主张就是在食物里面去摄取这个 vitamin A 哈，肝脏呢，它食物的来源主要是肝脏，不过肝脏现在我们都不大建议，因为肝脏其实它除了胆固醇比较高以外呢，它也是一个排毒的这个器官啊，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你吃的 vitamin A 含有很多很好的那个营养素，可是可能它的那个。也有其他的那个毒素在内哈，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常常吃肝脏的。不过最好的来源其实就是来深绿色的蔬菜啊，那个比如说那个菠菜啊，那个红萝卜啦啊，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呢都非常南瓜哈，这种黄色的蔬菜或者深绿色的蔬菜都是那个维他命 A 的来源。OK，另外我要再讲的就是那个 vitamin B。OK，那么那个就是也是那个制造这个正常的那个抗疫的细胞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营养素。那么就是那个肉也是在肉类啊那个奶类里面非常高的。那么你看到好像那个。鸡蛋啊，深绿色的蔬菜，全谷类啊，vitamin C 啊，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就是其实这在那个蔬菜跟水果里面呢，我不再讲多了哈。vitamin D and E 我稍微提一下，OK，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这个 vitamin D 了。vitamin E 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其实就是维持那个细胞膜的健康哈，就是对抗这个病毒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很多的那个抗疫，抗那个免疫的细胞，所以需要这个 vitamin E 来维持的所以就是要是你用植物油你用油的话呢，里面都有的，所以这个不是个太大的问题。不过要提醒大家哈，那么vitamin A and D and E 呢，它们都是水溶性的那个带那个维他命的，所以当你吃这个东西，好像是比如说你吃个沙拉或者你煮一个菜的话呢，要是你想吸收它完整的营养啊，不单只是 vitamin C、vitamin B 哈，而且你要摄取它的 A and D and E 的时候呢，A and D 的话呢，你最好呢就是一定要加油，因为 A and D and E 这个是叫做脂溶性的维他命，所以呢你。要是你吃那个菠菜的时候你要最后加。要是你把只是泡，只是把它滚一下，然后来吃的话呢，其实它很多的维他命 E 跟维他命 D 那个维他命 A 呢，很多你都吸收不到的哈。所以最后加一点麻油或者你吃这个沙拉的时候呢，你可以加一点橄榄油就可以吸收里面那个很多的那个脂溶性的那个那个维他命的，OK，另外还有那个锌就是锌哈，那么它是很重要的抗氧化的那个作用，所以肉啊、鱼类啊、海鲜类豆类都有的，尤其是生蚝还特别的，生蚝是特别的。跟那个它很高的铁，跟很高的锌所以是的抗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硒的 selenium 就是也是帮助那个那个免疫细胞的正常运作的。那么也是在海鲜南瓜之类的东西哈，特别是那个巴西的
那个 nuts 啊，那个坚果啊，巴西坚果，这个比较大的，我这是大大的一盒的那个啊坚果，你可以在买在 Sprouts 啊或者那个 supermarket 你可以找那些叫做那个Brazil nuts，它含的锌的含那个硒的那个成分是很高的。OK，然后就是那个铁了啊，那么那还有这个铜哈，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大。离不开就是海鲜呐、啊、鱼啊、肉啊这类的东西，所以我们你就见到你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补充这个蛋白质，就是原因。因为当你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都会得到这个蛋白，吃蛋白质以后也得到很多这个很重要的矿物质。所以总括来说，就是鱼跟肉哈跟那个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不同的黄色。黄色的蔬菜，这个都是包含在那个提升这个免疫力的那个就是这个食物来的。OK，植化素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吃不同的蔬果，因为不同的蔬果呢，它们里面比如红色的或者蓝色的它们都有不同的那个植化素，都有它不同的功用，所以每一天就是选择不同的那个吃不同颜色的有时吃一些橙子啦，西红柿呀，然后你晚餐可以就是吃个一点那个草菇再炒一个菜这样子，那整天要吃点不同的蔬菜那就比较你可以得到不同的那个营养素。那还有这个水果也是不要单只是吃苹果或者只是吃橘子或者只是吃这个杨梅蓝莓吃不同颜色的。OK，那但是这个当中呢，其实尤其是以这个水果方面呢，尤其是以这个 berry 在这个。浆果类的水果特别的有抗氧化特别的高特别就是蓝莓黑莓那个蔓越是不是这个 raspberry 这些都是非常高抗氧化的，还有 strawberry 就是那个草莓，这个都是它抗氧化特别高的食物。那还有这个我们是个那个番石榴是吗？还有这个石榴就是那个pomegranate 它们这个抗氧化呢，还有奇异果所以它的抗氧化的那个成分呢特别的高的，好吧？我想特别提到一些就是提升免疫力的，我叫做它是那个抗免疫力的超级武器就是那个姜黄就是英文叫 turmeric 大蒜、葱、玉桂、香叶、生姜rosemary 这些东西迷迭香这都是所有的香料都是抗氧化的大武器来的那姜黄现在比较流行那你知道吗？要是你比如说你煮一个一个 stew，好像你煮一个比如说你煮一个冬菇焖鸡这样子你可以里面放少许一点点的姜黄，再加一点点的那个红黑椒。黑胡椒这里就可以帮助你的那个大大的把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呢大大的提升尤其是当你姜黄你加了这个黑胡椒的话呢，就可以大大提升这个抗氧化的功能所以姜黄你不用太多了，你可以这个半个茶匙一点点，你放进去大锅里面呢，就可以大家可以享用，就放一点点那个黑椒还有胡椒粉 black pepper 这样子就可以提升它的作用不过真正的不过呢，就是我们中国其实也很少。不是常常我们的菜料可以用到这个姜黄了不过其实也有可以用的大蒜、那个葱跟玉桂，就是都是对抗氧化有效果的我曾经我很多时候呢，就是当我知道我好像感觉到有这个身体不舒服，我或者喉咙开始疼的话呢，我就会吃几片的那个大蒜。
啊，就是不是很好吃了，可是吃了以后真的就是有这个帮助的，是因为它可以杀菌啊，也提高你的免疫力。所以哈，大家在这方面可以哈。现在尤其是我们的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病菌啊。那个流感的发生，所以大蒜跟生姜呢，其实是非常好用的那个生生料，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哈。那么还有呢，很多的茶啊，好像这里哈，那个绿茶啦、菊花茶啦，现在很流行这个 elderberry tea。给 elderberry 或者很多现在好多的那个市面上的 over the counter 那个补充剂啊，这个 elderberry 哈，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它的目的就是要增加你的其实它的作用就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哈，叫 elderberry，中文叫解骨木浆果茶，OK，所以我们就是叫做 elderberry，所以你可以在那个药房里面可以那个 CVS 吧，那个 Rite Aid 都可以买得到的，OK，它是一个补充剂哈，OK，然后我们会讲哈，就是摄取好的脂肪，OK，那么好的脂肪主要就是 omega 3 fatty acid，就是欧米伽油，OK，那么那么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鱼，那个三文鱼其实你知道那个mackerel 就是鲸鱼还有这个沙丁鱼也是非常高的那个 omega 3 fatty acid 的来源的。那么它可以帮助身体呢，减少慢性发炎，也可以帮助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么除了那个动物性的那个 omega 3 fatty acid，那其实你知道大家知道吗？紫菜、海藻。都是非常好的那个 omega 3 fatty acid 来的，所以你可以有时候做那个紫菜蛋花汤啦，哈，这个也是哈，或者做那个海藻汤啊，哈，这个也是哈，还很好的那个这提升这个 omega 3的那个来源来的。那么还有那个 flaxseed 啊，亚麻籽啊，奇异籽啊，奇亚籽啊，这个都这些东西都是对于那个给我们得到这个好的脂肪的大家知道那个 Brussels sprouts 很奇怪哈，它也是哈 omega 3 fatty acid 的来源哈。OK，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哈。那么我想讲一下呢，其实除了那个三文鱼以外呢，其实王花鱼也是蛮高的那个鱼类来的哈，抽刀鱼啊、鳕鱼啊，这个哈，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高的那个 omega 3 fatty acid 的来源。相反，要是你吃这个 clam 好像那个腊鱼啊，或者那个你买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中文叫做这个，好像龙利鱼是吗？那个 frozen 的那种一片片的鱼，白色的鱼片哈，是从泰国啦，或者从那个越南来的那种鱼，那个大很大片的那个龙利鱼，哈，是龙利鱼哈，这种鱼片呢，就比较营养成分比较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 omega 3是几乎没有的。那么而且它也是因为它在繁殖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在污水比较，那个池塘的污水也比较严重哈，所以这些鱼大家不要吃太多了。在外面你买鱼片你在中国餐厅你买什么清炒鱼片啊，他们都是给你这种鱼的。可是在家里呢，就尽量要买这个比较好的鱼就是深海鱼那比较健康，而且它的 omega 3也比较高。OK，这里呢，我其实可以提到一点，就是那个益生菌。OK，那么其实益生菌呢，就是对于这个抗疫是非常有非常那个重要的。那么其实大家就注意到一点，就是怎么维持你的那个好的细菌呢？怎么维持这个好的益生菌？其实最重要就是吃到点那个高纤维的食物，就是
就是全谷类啊，跟那个膳食纤维比较高的那个蔬菜哈像我们所吃的那个西兰花啦，那个所有的菜类哈，其实都是蛮高的那个那个纤维的哈，尤其是那个我们讲到这个豆类哈，黄豆哈，可是大家不妨吃一下，有时候紫砂豆或者红豆、绿豆啊，我今天就吃了一个，加了那个 lentil 的 soup 啊，我们叫那个扁豆的那个汤哈，说大家可以哈，这个时候不就你煲汤的时候放一点黑豆啊，放一点黄豆里面去，就可以增加你的那个纤维哈。说纤维不单只是帮助你排便了，其实对于这个身里面维持你身体里面的好的细菌也有很好的作用，还有点菇类哈这些东西哈都是非常，我们讲的地上根茎，好像萝卜啦，那个芋头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个那个益生元的，我们叫益生元的食物帮就是益生元就是那个好的细菌的食物，OK。这里呢，我讲到怎么增加这个益生菌哈，那个益生菌其实什么可以帮助你身体增加益生菌呢？就是好像你的酸奶里面你的泡菜，韩国的泡菜那个 miso soup 日本的蜜酥蜜饯纳豆还有 kombucha 就是那个发酵的那个茶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增加那个益生菌的。还有，你可以就是用那个口服剂，就是那个 吃这个 probiotic，OK，这个也可以增加你益生菌的的来源。不过最重要就是你吃了 probiotic，要是你吃 probiotic 的话，或者你吃了很多的这是益生菌的食物的话，你一定要吃足够的高纤维的食物来帮助这个让这些益生菌继续的繁殖要不然的话，要是你不吃高纤维的食物的话呢，那你无论你用多少的吃下多少的 probiotic 都不能够维持的维持它的那个因为它没有食物，它都死掉了哈，所以一定要靠这个高纤维的食物维持它们的。生长的 OK，另外就我想讲一下，就是那个海藻跟菇类哈，是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你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就是尽量每天或者一个礼拜有好几期，就是加一点的菇类或者海藻类的食物，因为其实它有很多的特殊的多糖体，这个就可以活化免疫免疫细胞的那个功用的。OK，它也可以帮助调节这个免疫系统，那么那个让我们的那个免疫细胞呢能够有这个保持良好的战斗力所以呢那个里面除了那个冬菇这方面呢还有紫菜木耳。银耳、昆布，这个都是那个海藻跟那个菇类的食物。我有点提大家，就是说菇类其实它里面是有这个含这个维他命 D 的。我们讲到维他命 D 维他命除了晒太阳在那个奶类以外呢，其实很少食物含有这个维他命 D 的那个食物不是很多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听说我们的那个很多人的维他命就是身体血液里面的含的维他命 D 比较少医生要你吃这个维他命 D 维他命那个丸怎么样？可是，在食物里面呢，其实呢，在那个我们的菇类是特别丰富有维他命 D，而且一个很重要的给你一个秘诀若是你买了一个草菇回来你要是把它放在太阳之下，比如说买那个蘑菇回来你就把它擦开。然后，要是你的厨房是对着那个窗口，有点太阳晒进来的话呢，你可把整个那个蘑菇把它摊开来放在那个盘子，让它接受
那个晒晒，这是太晒晒晒太阳，那么晒个几个钟头呢？你再比如说你早上把它在窗口哈，把它晒晒太阳，然后晚上来煮，其实你的维他命 D 呢可以好增加好几倍的哈，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增加你维他命 D 的那个那个摄取了哈。可是这个只有在菇类，什么菇都可以哈，那个蘑菇啦，那个或者我们叫做银耳，铃儿呀，还有这个，好像什么那个 oyster 那个蚝菇啦，什么都可以的。OK，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做。OK，补充剂呢？我建议，要是你可以吃，要是你觉得你的 vitamin C 不够的话呢，你可以补充一些 vitamin C、vitamin D，很多时候可能你医生可能就会要，因为要是你 vitamin D 不够的话呢，通常都会建议你用一些vitamin D 的补充剂。不过其他 vitamin A 跟 vitamin D 我就不主张你用太多，因为这些东西哈的过量是会影响你的肝脏的。那么其实要是我们正常饮食那个吃你的肉啊。你用这个主菜要放油啊，这个其实你已经vitamin 跟 vitamin 其实已经很足够了。那个 B 方面，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需要多一点的vitamin B 和 C，或者你会需要。不过就是对于抗疫来讲呢，有时候可能你需要多一点的 vitamin C。那么若是你吃的水果啊、蔬菜都不够的话，你可以在这方面补充。不过尽量哈，第一件是尽量从食物里面得到你足够的营养啊，不要依赖这个补充剂啊。那么还有这几个呢，我特别要提醒讲一下，就是那个锌，跟那个鱼油，跟那个脊椎花，这个 Echinacea 我觉得这 Echinacea 有些人就是觉得非常的有效比如说他开始感冒的时候，他开始吃这个 Echinacea 的时候呢，就是有些那个study 就说。可能会帮助这个感冒的那个，要是你真的受了感冒的话呢，可能会帮助他，这感冒的那个 duration 那个维持哈，生病的那个那个时间可能会缩短的哈，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免疫汤水哈，这里我列出一些免疫的汤水。OK，你看好像这个都是大部分是蔬菜汤了，海带、虾米、蛋花汤哈，或者紫菜蛋花汤银耳，刚才有人讲到银耳冬菇鸡汤，这个特别的有营养，因为它有蛋白质你要吃这个鸡哦，不要把这个鸡拿掉哈，所以要吃那个炸那个血耳啦、银耳啦，要吃的冬菇啦，还有吃点鸡哈，这才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么还有这个哈，其他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那个山药，其实也是非常有抗氧化的那个山药是蛮好的，银耳、山药哈、百合这个汤哈，那么蜜酥、香菇、豆腐汤哈，这个这个也是也蛮不错的选择。OK，所以我家里我煮的红菜头那个罗素汤哈，就加了红萝卜那个红菜头、洋葱、番豉、蒜头、香叶、姜黄粉、胡椒粉跟牛骨。在一起在煮所以这里的很多成分都是对那个提升免疫是非常好的食物。然后呢，你看我教授做我炒菜的时候，我通常会加冬菇、木耳还有那个蒜头啊、枸杞啊、亚麻籽这些东西我都把它混在一起。那么所以我一餐里面我就可以吃到很多哈。很好的就非常有营养，跟那个提升那个免疫力的那个食物，就是这样子来做，OK。